的。像你们啊，像最近你们两个在电影方面各自都是各自发展的很不错。那么像你们新的专辑，你刚才也说了，最特别就是双封面，就是有你的单曲，有他的单曲。那外界又开始传了，这个 Twins 他们已经开始各自发展了，要解散了，要什么的。我如果问你们要不要解散，你们会告诉我吗？其实这个传闻真的传很久了，而且已经回答过很多次，就是我们两个是不会分开的。对，而且我们现在虽然是这次的专辑虽然是双封面，但是我们其实是发挥组合的好处。组合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可分开也 OK， 也是 Twins， 合起来也是 Twins。有时候因为我们就打后会有一张黑胶碟，是个特别版，对啊，就会两个人加起来了。那之前我们听到就继续的就讲这个传言，也就是英皇公司他们在讲的，就是有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戴卫星，也就是这个香港教父这个戴思聪的女儿。然后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言？就是说到时候可能会有组合一个新的 Twins， 好，可能这个传言你们到时候还没有听过。那我们这样谈谈好了，从你们一开到开始啊，其实你们那时候加入英皇的时候都不算是非常有经验，都很年轻，而且是很新了。那时候因为公司的策略把你们包装成一个组合，那你们有没有回头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们当初不是以一个两人女子组合这样子的形式，而是各自出道，会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局面，或者是这么的成功？我觉得不会有，从来都没有这个想法。对啊，只是以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会很担心，因为组合在香港啊，从来都是不会走很久。都会久了一阵子都会分开，之前就会很担心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组合行不行啊？会不会很快我们就要解散？对啊，然后开始工作之后就开始，我觉得人每一个人都会有感情，对大家，我跟他已经一起六年了。肯定会有感情，对，所以从来没有说要分开工作，在台上面也习惯有另外一半在台上面。所以你会不会感觉，尤其是那时候是新人，就是有两个人在一起担心比一个人担心要好？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好处就是可以分担很多的问题啊，很多外面给我们的一些冲击，就因为就一直以来都会说，我们不和啊，还有就谁比较好，就有很多这些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就越多这些问题，我们就会越团结。对，像每次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你们两个之间是怎么样来解决？因为如果说大家拿你们两个去比较啊，或者是说谁怎么样怎么样，或者说你们其中人怎么样什么话，你们两个之间的沟通模式是什么？怎么沟通？最初的时候可能我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人，对，想法不一样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，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。那最初而且是一个那时候年纪很小嘛，所以很容易就会听人家。对对啊，那以前又很多公司的同事啊，或者是外面的很多人在讲很多东西啊，说他在我面前说他不好的，在他面前说我不好的，那以前就会放在心里面了，所以以前又不敢说出来，也不敢对，而且又不是很熟嘛，那时候还是就一说出来我们就会解散的感觉，那个感觉，所以就一直就放在心里面，就不敢说，就很久，我以前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，
但是现在也有一点点改变很多，但是改变了很多。就以前就不会什么都不会跟人家说，也不会跟朋友说，也不会跟家人说，就全部就自己去。对啊，所以就感觉很辛苦，压力很大。就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就有一个假期，我们就去了一个旅游，所以就那个时候就谈很多，就心里面的事情就好很多了，就慢慢好起来了。对，6-7年下来啊，你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就是对方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最大的影响，我觉得是因为娇是比较，他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人。对，他讲话都会比较冷静。我以前是一个可能我话太多，所以我会比较就说了出口都不知道得罪，对，没想清楚就会讲出来，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，所以以前常常都会得罪很多人。对啊，那现在就比较会先想一想才说了。这是学阿萧的。那阿三，你我就是以前比较内向嘛，就他比较活泼，就现在我就比较话讲的多了，就不会，因为以前人家问我一句，我就会答一句，就常常记者就会投诉，就为什么大那么小，他们写不出来了，什么都不可以写，要写1000字就写了2个字，就所以就不停的投诉我，所以我不是投诉啦。你跟他学怎么样话变多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慢慢的性格就会变嘛，就认识的朋友也多了，所以就话题也多了。